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和平精英挑战环节。在上期视频中呢，点赞最多的是这位叫做魏家军志哥的同学，他让我挑战的是团队竞技里挑战手雷十九杀。我去啊，这是什么挑战啊？手雷十九杀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嘛！哇，你们到底还是不是我的粉丝了？这都是啥挑战呀？感觉一个比一个魔鬼啊！啊，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先来抽取一下今天的惩罚吧。来，随便抽一个啊，这个吧。有毒吧，嘴里含着水唱歌，我的天，这里有吗？二师兄，你跟我一起合唱，我们唱男女对唱好吧，啊，同意的点个赞啊。天天玩游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国王小薇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我简直是太聪明了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想到了一个绝对能够成功的办法，今天这个手雷十九杀我赢定了。哎呀，当当当当，小伙伴们，我已经顺利达到手雷了，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自雷。哎呀，我怎么就这么聪明呢啊，我可没有作弊啊，他也没说是杀十九个敌人啊，对吧？ Nice， 成功击杀最可爱伴娘小薇。哎呀，从来没有自己杀的这么开心过呀。来来，我们继续啊。哈哈，这个简直是太好玩了，这个世界上能够杀死我的就只有我自己了，哈哈哈哈。我去，这打脸打得也太快了吧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再努力努力，十九杀肯定能成功的。小伙伴们，现在我们已经成功自雷十三次了，还剩六次咱们就成功了，加油冲呀。Nice， 还剩两次了，别急别急，还有机会，稳住，就差两次了。Nice， 还差一次。哎，你们慢点杀人啊，我还有一次就成功了，快快，还有一次就成功了，拿到手雷了。小伙伴们，这个挑战是真的不可能完成的好吗？啊，你们自己去试试看。你们也看到了啊，我都已经被逼到想出自雷十九次的方法了，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啊。啊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啊，我都快要打到自闭了。哎，好吧，下面我就接受你们的惩罚吧。好，唱歌啊，我们唱一首学猫叫好吧。来，含口水啊，你们没有说水多少对吧，只要含着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重新来，我喝多了，根本就张不开我的嘴。我怎么那么实诚呢？重新来，重新来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每天想你的花香。老规矩啊，大家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想让我挑战的任务，点赞最高的那一条呢，我就会去挑战的。明天见，拜。